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洗澡，但澡从来没有洗过澡，所以我们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陪洗如花。走。男丁二位，是不是还有一位？小枣好像不怕。哎呦！稍微的靠近。爪子蹬到玻璃上。外面的猫想进来，那我先洗陪洗了。你准备跳出来吗，小枣？陪洗表现得非常到位，好像是在这儿看着。哇，哎，小枣把这个背拱起来了，哇，感觉你好舒服啊！哎，这个味道是不错啊。哇，这身皮太漂亮了。这个味道好棒。蜜枣，小枣洗完颜色变深了，湿了。小枣来感谢团团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舒服的。小枣，在哭呢？在哪哭呢？OK， 朋友们，男澡堂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想看女澡堂的话，起码想看，打在公屏上，我们下期见。